你也发一张母语专辑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哇！太偷懒，一定要知道。恭喜一下也祝你嘛。那个很快，不到半年的话，就今天发出面的第一张母语的 EP， 要尖叫！你反应很慢，怎么样？有心事吗？还是不习惯使命这样子？太帅了！我们慢慢习惯好不好？然后我唱歌大家都听不懂，人家还以为我是从法国来的。好啦，只有一部分的人认同，大部分都不认同。虽然我皮肤太黑了，就是。这是一首跟我爸爸聊天之后写了一首歌，我爸爸是远洋一船的船员，但我小时候到现在都是，他应该有梦想，不过因为家里他牺牲了很多，只有爸爸不会打，现在他都不在我身边。这首歌也想献给各位。